公只有家丧乱，在乡里胜穷馁。没想到我职工插风用家之乱，浪尽家产，什么都没了，又冷又饿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对，他就是什么都没有的吃工，那个字念吃，吃饭的吃。那至于为什么他会说他什么都没有呢？原因是因为这句古文说，吃工之永家丧乱，在乡里胜穷馁。胜穷馁意思就是非常穷苦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。那接下来他究竟会饿死还是会活下来呢？让我们接着看下去吧。乡人以公明德传共遗之。吃工啊，我们大家都因为你的德性很好，所以想要轮流请你吃个饭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吗？谢谢你们。哇，乡人愿意给他食物，真的就甘心呢。他说呢，乡人以公民的传共遗之。这个以呢，就是因为的意思。因为呢，这个吃供非常的有德性，所以这个乡人决定呢，传供遗之。传的意思就是轮流，轮流共同的去给吃供食物哦。那这个遗字就是给某人食物的意思，就是给吃供食物啊。哇，那接下来剧情会不会就这么顺利的发展下去？就让我们接着看下去吧。公长戏兄子麦，及外甥周易二小儿往时。吃饭，周易，我们去吃饭。吃麦，周易，我们今天又有饭吃了耶！但是记得要知足常乐哦。好，这边公长戏兄子麦，及外甥周易二小儿往时。这边的外甥跟兄子的意思就是指哥哥的儿子，也就是吃供的外甥。所以吃供带着他的外甥就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去别人家里吃饭，然后于是这样过着平凡美好的日子了吗？错，代志不是公人所想，看人家干单。根据台湾连续剧的结果，精彩的正在后头。乡人曰：“各自饥困，以君之贤，欲共济君耳，恐不能兼有所存。”西公啊，我们是看在你的德性，所以决定请你吃饭。可是可能不能带着你那两个小朋友一起来吃。天哪，这也太可怜了吧！各自饥困，意思就是说他们大家都很穷。然后以君之贤，这个以呢，我们刚才是不是前面讲过，它是因为的意思？因为啊，这个吃供很有贤德，所以我们才愿意救助他。但是可能没办法让大家都有饭吃，那这样不就这两个小孩子都饿死了吗？吃供，快点救救他们吧！供于是独往时。谢谢你们。折寒饭，酌两颊边。还土与二耳。公于是独往时，则寒饭酌两颊边，还土与二耳。这边的公于是独往时，意思也就在讲啊，吃供之后都独自前往去吃饭。折寒饭酌两颊边，折的意思也就是往往含着饭在两颊的边缘。接下来还土与二耳，这不是松鼠，他只是模仿松鼠把食物吐出来给他儿子哦。好吧，那我们来期待一下他会吐出什么东西来好了。所以师妹，这样你们也有东西可以吃了。后病得存，同过江。吃公亡，亦为善县解职归。席山于公陵床头。新丧中三年。Uncle 啊，想当初你用把食物藏在嘴巴里面的妙计养大我们，现在就让我好好的为您守丧三年吧。
席山与公临床都行丧中三年，这边的意思啊，席山的意思也就是指以山为席睡在上面，那这个山就是用毛编制成席子，嗯，你知道现在我们买不到这种东西，所以你看到就绿绿的瑜伽垫来替代嘛，跪起来比较舒服啊。如果你们有看到就是用毛编制成席子，麻烦你们请 call in 荧幕上显示这支电话啊，聪明人就看得到啊， call in 完之后我们跟你买一块来做纪念。好，那接下来下一个心丧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很多时候啊，就是在心中悼念某个人，就觉得嗯，内心戏的概念啊，就是在心中悼念，就觉得嗯，我们为你哀悼这样子。好，大家看完韩范雨儿之后，不知道对于松鼠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？哦，不对，是韩范雨儿这个故事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？大家记得要把重点都记起来哦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喽。